家好，今天呢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就是帮我一个粉丝朋友出来看 B 型房车。在我身后的这个车厂呢，就是我们当时买 A 型房车的那个房车厂。这辆车型呢是 B Plus， 它比传统的 B 型要大一些。这辆是个二手 B 型房车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其他这些呢都不是房车，是商务车。这辆房车的品牌是 Regency， 车型为 Ultra Broom 25 TBS。它的车长为25尺，宽度7尺10寸，高度10尺6寸，采用铝货殊荣的梅赛德斯奔驰 Sprinter 3500XD 底盘和 3.0 升 V6 柴油发动机。它的外部包括 Thule 家的遮阳棚和屋外照明灯。这里是特鲁马热水器，还有5个储存箱。其中这个车尾部的储存箱是左右贯通的，可以说储存空间真的不小。它的净水箱是26加仑，黑水箱37加仑，灰水箱39加仑，而且全部自带自动水箱加热系统，无疑是冬天的好帮手。我们再进到车里面看看，门锁采用密码和钥匙两种解锁方式。在客厅沙发位置有个拓展，展开的时候空间还是挺大的，这里的沙发可以变成一张餐桌。这边是驾驶区域，可以说驾驶的感觉类似于小轿车，非常容易上手，和开 A 型房车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在上方额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储物格，这里的控制面板可以查看各水箱状态，控制3600瓦烧煤气的发电机和4点水力均衡千斤顶系统。另外，这款车还预留了加装太阳能板的线路。在一进门的右侧是厨房，拥有一个电磁炉和洗手池。它这里有一个微波炉和烤箱一体机，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。不过这款车是没有油烟机的，但是厨房顶部呢，这儿有一个排风扇也是不错的。同样在顶部的还有一个天窗，拉上纱窗省得进门虫。这块门打开是厕所，对面的门打开是洗澡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呢，我是比较满意的，干湿分离，互不影响。给你们看看我1米72的个头站在这个洗澡间里边的感觉，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。车的最后方是主卧，上面有不少储物柜，并拥有2张单人床。但其实它是可以拼凑出一张大的双人床的，我躺在床上的感觉呢就是刚刚好，头顶和脚下的空间有限，但手臂伸出来呢是非常轻松自由的。一侧的床上面还有一个电视。以上就是这辆 Ultra Broom 的概览，这车呢有点小贵，想知道价格的你们呢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。我记得在1年前我们买房车的时候，这个房车厂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房车，各种类型的 A、B、C 型都有。但是现在的房车数量少之又少，而且这个粉丝朋友让我帮忙看的 B 型房车更是没有几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拍了唯一一辆在这个车厂里仅存的 B 型房车。这次来房车经销商呢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房车，所以呢，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比较失望的。不过下期视频呢，我给大家转一转在我们这个区域附近最大的房车经销商，那个房车经销商看看能不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房车。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，关注我，记得回来收看。